这个是粤西广东西边的，很好吃的这个，我们叫做那个簸箕炊，就是用米做的一种，糕点吧，上面有芝麻，下面这里有很多油，很香香很香的油，这边有一个给了一个。配料叫蒜子油，这里面有蒜子的。我现在在老家啊，今天我妈妈买了一半边这个簸箕炊，这里大概是5块钱哦，吃起来很香很香。那个小时候，我们经常拿米去换。小时候他是挑到村子里面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没什么钱，没不像现在的，小时候是没有钱的，没有钱用，就拿家里的米，从米缸里面拿一两升米，就换一块这个吃。现在才想起来。现在每次过年回家，现在都要买点这个我们这里的特产来吃。很好吃，特别是这个蒜子油，很香，还带有蒜头的味道。下面这个油很香，我们这里非常出名的这个香油，有那个什么香油鸡啊什么的，就是靠这个油啊，其实靠就是靠这个配料香。我现在就没有装盘了，直接就外卖回来。吃这样子，上面都是有芝麻，你看很香的芝麻。泡上一杯咖啡，再配这个，真的是太美味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。这是粤西的美食，簸箕炊，大米做的，谢谢。